校长请我临时来哈，他真没有，他没有事先跟我讲，真的是没什么准备。但是啊，我还是期望小朋友，其实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里面啊，其实我们的态度，你的态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。像陈慈恩，我们要常常跟他讲，你虽然不会，他昨天哈，我听到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。他妈妈已经，刚刚已经到楼下去。他妈妈跟我说啊，他很谢谢我们学校把他教会煮饭。他说他现在在家里啊，会煮饭给他阿妈吃。他说他阿妈认为是我们学校教他的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他我们读书读得怎么样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会把它应用在生活上。所以我们也希望小朋友你能够谨记这些。谢谢你们。谢谢各位来宾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主任啊。